全丢线束，然后现在，然后有一个旧的盒子，然后现在来做一下这个 OBD，这个是8A 的识别器，这是 MHR 手持机，好，超模芯片，然后识别一下芯片识别拷贝，识别。好，看到没有，超模芯片啊！现在看 OBD 连接好了，电源平台线也连接好了，然后点这个丰田，就是写了个 8A 防盗盒，就是防盗全丢。看到没有，你防盗盒连了这个短线索了，长的线索是在车上做的。这个全丢 OBD，好。点开始，好，看到没有？需要注意的事项上面都有。然后点确定，进行与服务器连接。好，看到没有？让把一颗超模芯片放进去，这是那个超模。识别。好，然后拿出来超模，放入这个 MHR 里边，点确定。现在正在线圈初始化。好，初始化完成，计算，呵，计算真快，计算成功了，现在已经 OK 了，点确定，好，咱把芯片拿出来，好，把芯片放在这个位置，好，再识别。好，已经做好了，快，2分多钟。